當你今天可能有過百學生在用的時候，想一下如果我們有過百學生在社會不同的角度做宣傳去顛覆社會，社會沒有改變的可能。很多人會覺得很灰心很無力，是因為政府就太無恥，但我們走出來並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所以我們走出來，而是只要我們堅持到底，我們才會見到希望的曙光。希望這兩個說話是可以不斷提醒我們每一個學生，每一個在這裡的市民，提醒現在還在沉睡的香港人，跟他說你不走出來你永遠都見不到希望的曙光，但只要你堅持，我們就有勝利的可能。今天第一天，但未來是一場硬仗，但只要這裡所有人都依然願意堅持下去，我們絕對是可以打一場勝仗。這個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義無反顧並且需要肩起的時代責任。